We are here on this very earth to love. Hi, 我回来了。今天我要录的 vlog 内容呢，就是挑战大 S 咖喱饭。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幸福三重奏，我觉得大 S 里面做的那个咖喱饭我很想试试看，本来就挺喜欢吃咖喱饭的。还有一点，我来这边一个多礼拜，今天是开学第三天，想说应该要自己下一点厨吧。我家最近来了三位客人，那三位客人呢是谁？我妈、小黑姐姐跟我表姐，他们没怎么吃过我煮的东西，所以我决定今天没有经过他们同意下煮一个晚餐。 OK， 我现在去超市了， Let's go。我到超市了，我在 Trader Joe's， 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，蛮特别的一个超市，它就是到处都是木头。然后我要买四样东西：榴莲、牛奶、鸡腿，因为外国人不怎么吃鸡腿，所以它鸡胸肉7块多，然后鸡腿才3块。OK。结账了，三样东西都买到了，但是唯独就是没有买到咖喱块，所以我还要再去别的超市。我来 update 一下，我现在在电梯里，因为呢，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干妈，我干妈说啊，说她有咖喱块，然后我就过来她家拿。获得了咖喱块，妈妈，你传授一点秘诀给我。你洋葱先放下去炒，炒软了之后呢，等一下，先把红萝卜跟马铃薯，然后马铃薯再泡五分钟，马铃薯再加点水，然后软，水浸炒软之后呢，就把刚刚烫好的饭团锅，那就 OK 啦。你听懂了吗？我讲的是中国话，他应该会。妈咪，我今天要煮咖喱。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小黑，我今天要煮咖喱。可以吃吗？先，我今天要煮咖喱。好，麻烦快点，8点半。OK， 反正我现在就是有牛奶、咖喱块、鸡肉、黄油、cheese、洋葱、马铃薯、红萝卜跟芒果干。OK， 好 ，start。我怕我现在。是8:40，然后我要煮一个小时，因为我特别怎么讲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。我看他这个，从哪里开始？我先洗，先洗，先。我的皮要留着吗？你好像也留不住吧，你好像也留不住吧。这群妈妈们在 diss 我。你想想看从哪里下手。 2 hours later。 你们可能不要看我会好一点，还是你们先去看家里的状况，然后回来我就做好了。我让你做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是要吃到我做的咖喱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忐忑。然后这洋葱怎么切啊？你切吗？现在就是要先用黄油。先把鸡肉煮了，然后再煮红萝卜跟马铃薯。我来先下洋葱、鸡肉、马铃薯、下红萝卜。OK， 我现在要放咖喱块了。现在我要做就是 S 姐这个最重要她的那个咖喱饭的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加牛奶，
加芒果干。好棒哦！完了，第一次做咖喱算成功吧。现在把它盛出来，加70片，我就成功完成大 S 姐幸福三重奏同款咖喱饭。就是可惜没有小飞哥。哦，对，就是可惜没有小飞哥，妈妈说的。没关系，我也有一群人等着吃。OK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还有加一个香叶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找到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哦、吃光了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这个造型。好吃吗？成功。好大一个蛋蛋啊！对。嗯。很好吃啊！耶、yeah, ！我自己给我自己一碗。看起来蛮好吃的吧？对，耶！ Yeah, 我是贤妻良母一号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还算成功吧。所以今天这个 S 姐的幸福三重奏咖喱饭成功，拜拜。耶、yeah.